我是一号一点花一安吃槟榔的十个暗红好意志祥带带一批糖一起枪枪杨雄诗哈尔钟跟你伊森 周末辛苦了，大家也辛苦了。果果，怎么念？什么气？默契的气。谢谢强强的啾啾。加速，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叔叔。2日間握手会どうだった？これを後で言おうと思います。 等一下人多的时候，人变多了，我再分享握手会两天的心得。洛洛娜娜，恭喜握手会圆满达成，真的谢谢大家 ，team 和 team 见到麻友好开心，我也是见到强强真的很开心。点点点卡球，今天热到怀疑做梦是怎么犯困？对呀。 なんで休みに入ってこんな早い時間に配信するの？なぜなら夏休みがめちゃくちゃ忙しいからです。女神、明星、卡球、谢谢你的到。阿哲、センセン、シャン、シャン、センアジョ。不过麻友的时候才知道麻友的手好细。什么意思？你以为我的手很粗？我的手蛮细的。 斯拉丹，斯拉丹的母奶给了呢。卢正一回 ，Hello， 大家好，我昨天是昨天不是美妮的生日吗？然后我阿潘还有诗雨啊，就握手会结束后马上去庆生，然后玩到半夜，我觉得好累哦。可是我好久好久好久没有玩到很晚，所以我很开心。可是我今天差点起不来，然后诗雨。 一点要开直播，然后我的互相照起床。泡芙，还有泡芙。麦问，麦问，老公，眼睛。安娜，安娜是那个安娜吗？拜拜，Hello，拜拜。主播晚上好，阿莫，难怪看起来超累，<笑>看起来超累吗？阿莫，你看，等我一下。 找一个秘密，嗯，刚放哪里啊？哎，刚放哪里？怎么不见？我刚放了。啊，原来在这。昨天握手的安娜。 谢谢安娜，我很开心。安娜超可爱。阿贵仔，嗨小美少女，嗨S，老公，感觉很细，太不敢大力的握，怕把麻友的手握痛。不会啦，平东，昨天握手的安娜，平东哥哥，君莫西西。 你们都辛苦了，结束活动，放松一下也好啊。对，声音有气无力，还虚弱的感觉。是每次都这样，每一次起床后开直播的话，我的声音真的很美丽。开直播的话，我的声音真的很美丽。开直播的话，我的声音真的很美丽，感觉。可是等了30分钟就没问题。 阿翔水中，阿翔不是水中，是阿水，剑恨剑恨剑恨，守候 ，emoji， 勇哥，七七啊，奶奶西，好久不见，老婆今天好烦，诺，阿飞，对，推脸推脸 ，Jack， 握手会拿什么？昼ご飯ダメだよ。 待てよ。ちゃんとお誕生日会の話もするから。
这次只有一招握手会很后悔，下次一定会握很多，一定会握很多。真的吗？我握多一点，真的吗？怎么那么开心？真的吗？怎么那么开心？那我已经期待下次的握手会。雷哥，落日一笑，双眼。七七七，こんにちは。可惜没有地点，我没有。的妆法。我妈有。的妆法。Q Hello Q， 星期六去拍嘛，又刚好没人，所以很幸运。行了。阿奎，阿奎。这是推过的，没有推过的，推过的。サメさんと浴衣で写真。え、サメいなかったんよ。これ昨日買ったの。喂の。おあ、めいちゃん好きね。白くも好可愛。へちゃんちゃん、マヨ最近也越来越可爱。像高中生。万像高中生吗？谢谢。喂の。本王梅子。阿奎卡丘。代代。喂诺马友，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阿贵仔。对不起，我的网络好像不太好，然后一直卡住。哭哭。勇哥，一个人露能力。塔瓦哥，谢谢大家。刚起床的马友声音比较小，终于傍晚录了。没关系，不是你的问题。那就不，嘿嘿马友。目前很顺，目前很顺。那我想要开个网络给另外一只手机，可以调整看看吗？今日29日なので通信制限？通信制限ないんだ。顔赤い。嘘。日焼け？嘘。多分日焼けじゃないけど、なんでだろう。あ、わかった。こういうことか。赤くなくなった？よいし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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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よ。よいしょ。よいしょ。小羊。你还好吗？感觉快中暑了。没有，我刚起床而已。对不起。我刚起床，我每次都这样。时光。妈呀，握手眼神着急。sincere。怎么意思？什么意思？露露。大叔。大叔，今叫啥呢？维尼，谢谢阿米，阿米，谢谢你的告白气球，谢谢阿米的告白气球。两天辛苦了，还在换神状态。对，我还在转身状态，怎么办？阿水，谢谢你的星子罐，被窝包传说土豆。奶奶俊怡，中午好哦。阿鬼，不是鸭鬼。嗯嗯。好，好没有力气哦，今天。変わらん気がするけど可愛いから問題ない。好き。麻油那天握手穿着好可爱，你说第一天还是第二天啊？都可爱了，可是我比较喜欢第一天。然后我就觉得很压力好大哦，因为我想说第一天，我以为第一天人比较多嘛，然后就穿先穿。谢谢本王的啾啾，谢谢娜娜姐的看好你哟。想说先穿雨衣好了，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好像让大家期待，然后我比较穿的比较
穿的第二天穿的比较普通一点，然后怕大家失望。小五，小小麻油饭，原来是刚起床嘛，有两天握手会真的辛苦了，大家也很辛苦，而且昨天还下雨耶，真的很辛苦。来，一只蟑螂吓一下。クーラーつけてるから涼しい。クーラーさっき消したの。寓意很可爱，没有失望。第二天也很可爱啊。本来以为我的那个衣服掉了，第二天也很美，很有气质。第二天就是音乐老师风格，弹钢琴老师风格。一潮 ，Kenny， 怎么会普通？台上可爱，真的吗？你怎么穿大家都喜欢？原来肩膀是故意的。好可爱，还好昨天下雨的时候我已经握完在外面。哦，真的吗？那就好了。哎，待って、 K ランド来た。マユカ、マユイカイカ。マユ晚安，午安。Hello， 一超。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握手会的感想哟。捏捏俊盈，一瓶香。哎，日本草莓风。啊，ありがとう，谢谢 K ランド。マユカマユイカイカ、谢谢你的告白气球。ゴーゴー。何時まで？1になったら昼ご飯買いに行けるの？イヤホンつけて昼ご飯買いに行ってもいいよ。我第一天还好，因为车子停旁边，可以读车子吹冷气。哦，很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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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聪明。T T P 志伟 Toby， 不过没想到会突然下了一点雨。对啊，下到了。而且还打雷耶。中午好，握手会就是把我的我当棒球打飞了。好好笑，谁叫你穿那样的衣服。小吃醋席兰长妹酱。嗨，Hello， 嗨，能够撑过两天也是永久了。对，真的好厉害。你们都有晒伤吗？都有晒黑吗？キュキュ、コンビニでイヤホンつけたらめっちゃ変な人。全然変な人じゃなくない？普通にいるくない？我也被打飞了。你们飞太远。这次的握手会，麻油是我选择最后一个互动的成员啊！你给我那么重要的任务哦，最后一个很重要哎，印象蛮深刻。鸡 ，Hello， 鸡，晒伤了，真假的？你变黑了？你在玩什么？给你玩了。哎，嗨，陈先生，陈静庸，大悲绿，昨天最后还是下雨，真假的？でもイヤホン充電、哦，お互い系のイヤホンね。林凯儿，是林克哦。呼，大家。我想睡觉吗？昨天握完麻油就结束了，真的假的？西罗库玛，西罗库玛也是最后一个握我的，是吗？我哎，我哎，对对对，这样子拿扇子，很像是以前的日本扇子，而且这扇子超可爱的，大家也可以去买大川的，60块多而已。不过下雨后温度有降一下。站一些比较舒服一点，可是他们呢今天休假已经睡饱，因为我昨天美玲生日，然后我就阿邦跟思雨去吃饭，然后吃饭那边吃饭有怎么讲餐酒馆那一些吧，餐酒馆，所以有那个射飞镖的地方，然后我们四个一直在玩那个射飞镖。射飞镖，射飞镖，飞镖，飞镖，对，然后玩到很晚，玩的超开心的，然后今天差点睡过头，自己的错，然后今天有点累，可是昨天真的超开心的，握手会结束就，握手会也很开心，握手会结束也是跟三个人一起玩，好开心，藤田，晶晶。还好，我的作息反而被调整正常了。哎，命哎，是命哎，
是命，谢谢 MING 命来看我的直播。亚马卢布，我的胸口有一块晒伤，有善恋的痕迹，真假的？有那么夸张哦？小易，哎，被阿潘打的，那都讲被打的。Hello， 豪哥，哎，安安安的小名是巨源，昨天。什么？等我一下哦，我一个一个念，我一个一个念，你们不可以离开哦，我一个一个念。衬衫怎么没有找我？也是了，也是了，大家都辛苦了。小易，嗯，菲斯，不过所有成员在那样的环境都度过两天，证明了你们是选出优质成员。谢谢你。午安，李天，服装真的很好看，妈呀，好温柔，谢谢 MING 命，谢谢命，我也喜欢你的穿搭哦。バーみたいなやつか、バー的なものでもないか、なんかちょっとしたレストランみたいな。啊，什么？谢谢你来看我，你们是破坏机器，你们是破坏机器，是美玲破坏机器好不好 ？Hello 麻油小易 ，Hello 香菇，谢谢你的 love。好像很有 love， 等我一下，我一个一个念。握手完，继续认真上班，存钱犯偶像，辛苦了，辛苦了，继续加油，继续加油。Nano 是被阿潘打扣，不是被打哦，打扣，我也是被打。天翔，幺，谢谢 MING mean 的我来签到。那怎么会有这么有 luck 啊？小公主，哎，面包大哥，不是被打憨狗，对不起，我以为被阿凡打。最近活动很多，感觉生活过得很踏实。最漂亮的妹，麻油妹妹，好可爱。对吼，最近真的活动蛮多的。哎，刚刚不是公布了一件事情吗？官方的。脸书，我刚刚好像说到集战十二点会公布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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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要开直播，所以我没有仔细看，看到本人很害羞，不知道讲什么。阿水好可爱哦，昨天还没感觉，今天起床整个美丽了。喜乐哥吗？喜乐哥那个 T 恤是在哪里买的啊？好可爱耶。でも2日間で1日1部しかないのはここでは超絶サレメンバーなんだよね。どういうこと ?2 日間で超絶何サレメンバー？マヨメイメイワンシャンニー、ワンシャンニーマヨ。フォンジン、猜拳大会、猜拳大会、对、应该是猜拳大会。猜拳大会要開始了、好緊張喔。九月、是吗？九月、七月、九月，我忘记了。七月五号还有麻油当主持人的生日会呢，对，下个礼拜耶。而且，七月一号，七月一号吗？还是七月三十一号？啊，我失忆了。NHK 的翻译工作，你们有看到吗？有吗 ？NHK 的翻译ラジオ番組、ラジオ番組の翻訳見てくれました？まだ出てないけど、通知。礼拜六有还有快闪，礼拜六还有快闪，真的假的？刚刚是公布猜拳大会的细节，公布小巨蛋演唱会，没吧？还有周六的快闪活动，快闪活动要做什么？我会有我吗？不会有我吗？还是会有我吗？我忘记了吗？我有工作吗？快闪活动。哎，我最近行程太多了，我觉得，什么时候？米奇 ，Hello， 米奇，就是靠运气，没有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对，靠运气，靠运气。那这是网购的，而且还不便宜，不便宜哦，真假的？贵于 NHK 的广播节目，对。是七月一号哦 ，OK， 七月一号，麻友加油！二三 ，Hello， 二三，初耳情報，そう NHK のラジオ番組に出演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麻友是翻译，对，私が翻訳としてピンハンちゃんと。
周六的怪兽没有你，没有我，怎么可以没有我？没有妹妹有愿就可以见面了。对呀，可以呀。以后活动也是蛮多的，有马友的话你也太辛苦了，后天还要上广播节目耶。没有关系啦啦，刚睡醒的马友呆萌。对，刚睡醒，猜拳大会又要变专业。你说日本那边的吗？马友今天的声音好温柔，其实起床后没有怎么力气而已。嘿嘿，放一家油，有不同的工作真是太好了，めっちゃすごいことだ。あのね、翻訳の練習ね、だから最近してるんだけどね、難しいよやっぱり。写论文，春春，栖身地。很想去，马友很想去快闪，对，我想去快闪。我你们刚那个工作人员讲，马友好像刚刚直播说，刚刚在直播说很想去快闪。没有可以填粉丝表单去现场啊？什么？周六快闪好像是让成员跳八个粉丝，要是成粉丝猜选赢了，可以一起拍照。怎么可那么好？不行，我要去参加了，我要去参加，我真的想参加。声音是错觉。哦，礼物六，礼拜六真的有，只有六位。麻友妹妹要好，我会喝水。广播是直播吗？应该不是直播。麻友申请啊，中国語日本語なのか日本語中国語両方あるの。それが向こうの NHK の人から日本語言われて、それを中国語に直して、で P 班が中国語を言って中国語を日本語に直すっていう仕事です。フォンリャン、TTP 刚刚公布的 TTP 猜拳也要变装。真的假的？是要自己准备的那种吗？风凉，七圣地，谢谢你的应援棒，拉拉，赢的人可以拍拍立得，怎么那么好啊？我也想拍立得，跟成员一起拍立得，还是我只那个周六是由粉丝的身份来去。马友有吃午餐了吗？我刚刚有吃蛋糕了，蛋糕是那种一片一片的。冷静啊，变装的猜拳大会你也一定会参加。会吗？在日本国练习那个，そうなの，就是那个为了那个翻译广播嘛 ，NHK 的。然后那时候我好像要帮平衡会讲中文，然后我要把平衡的中文翻成日文，然后 NHK 那边的直播那个主播会讲日文，然后我要翻成中文，所以呢我要好好的练习日文。如果马友当天的声音跟今天一样，应该超棒。那好好，那我下次握手会前试一下，然后握手会的时候我真的没什么声音。应该不是让成员挑问卷哦，是哦，写错包尾出来。Martin，Hello Martin， 马友的变装不会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变装哦，好哦，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想想。马友，你是想偷捏成员吧？没关系，我昨天捏爆了。切耳东，谢谢切耳东。切耳东是诗雨。跟阿潘跟雨欣的粉丝是吗？一个啊，谢谢你的玫瑰。哇，梅子麻油变成麻屎也不错啊。好像可以耶。我到时候变成麻薯好了，很棒耶。然后我只能猜拳，只能出石头，因为麻薯还会布。布跟石头，然后我要赢了。好好笑耶。神为 BB 123，期待星期三解到石头布。大妹反完，你很坏耶。我刚刚说我只能出布跟石头，然后你你真是的超级翻译麻友友。
頑張る、マヨザヨアハオ頑張ります。日本語がちょっと上手い台湾人にはレベル高い、マジで高いわ。以上は見るわ、好了吧。マヨ妹妹讲国语很不错，谢谢。握手会前在休息室睡觉，那我的声音真的会变这样。你看，谢谢你的玫瑰，老邵谢谢，美宝梅子谢谢你的玫瑰。变装的话需要不要？女装就好。初步至少不会输，也是啦。那可以当哆啦 A 梦吗？我要任意门，我这次没握到，有点可惜。下次我手绘好啊。晶晶，谢谢你追踪我。豆腐哥，那是猫犬，不是柴犬。谢谢被阿潘打的 Nano 大玫瑰。海外のスポーツ選手の発言を翻訳する口調で翻訳して、それはやばい。それはやばい。でも通訳は、うん、そうなの、そうなんだよね。だから難しいんだよね。ハンガーのハンガー、ハンガー昨天、え、不是前天还是什么？礼拜四生日吗？生日快乐，好哥，好像还没跟你讲。Q、なんし、僕は何々なんだ。だってだろう、だってだろうみたいな。ん？なに？わからん。もうちょっとの方は、所以下次握手会穿蟑螂服做找你吗？好吗？如果我真的进了选拔，然后四单的握手会也可以，就是可以参加的话，一定可以参加。我想说，如果真的进了选拔，然后进选拔之后的握手会，你们可以来找我的话，那个西罗库玛可以穿蟑螂装啊。CJ Hello， 麻油7月1号要上电视咯，不应该不是电视吧？海外の通販とかの吹き替えみたいに通訳してほしいわ。覚えて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哥当然呢，谢谢陈，谢谢 Hello， 晚安午安泡泡玉祥 Martin 豆腐哥。ちょっと待って，这次应该是要恭喜你竞选吧的，可是都半年了。对，有个粉丝跟我说你恭喜竞选吧，然后就嘿，我四单有进吗？好像有公布，没有公布吧。然后他说三单单曲，然后就哦，原来是三单单曲。想说握手会前几天，因为我最近都没有在看官方的那个脸书，然后想说是不是在脸书公布了四单单曲选拔的名单，然后诶，怎么我不知道我有进选拔这样子。原来是半年前的选拔。对，四单当然一定会进啊。真的吗？我努力。浓眉，反正就是日本的通告。对，很开心。阿翔，前天终于见到麻友。对呀，浓眉，为什么是浓眉呀？你的眉毛没有很浓啊。我那时候很想跟你直接讲，可是想说啊，不行，这样子浪费时间，都让你聊。吃饱了吗？还没耶。32歳のおっさん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けど、今後もよろしくね。おじさんじゃないよ、豪哥。RHEP。磊哥，对啊，这是三单握手会。次のシングルの曲は何だろう？回来了，磊哥。田中，一定会呀，要有信心。好，那是朋友说出的啊，要去问他们。浓眉吗？那你下次握手会的时候，如果要来找我的话，你也可以粗一点，用笔画眉毛。NHK 的节目，很多日本粉丝也可以认识你的。对，
谢谢好哥，好哥的麦克风，谢谢麦克风，好哥。32歳になった。好哥だよ。日本語めっちゃ上手。雷哥我神推。我也是，我也是。咪ちゃんこんばんは。田中，昨天田中的朋友有来找我，好开心。然后他还教我一句广东话。俺もずっとこよい人だと思ってた。だよね。团长，我在营区里午休时间。哎，你在营区里哦，辛苦了，辛苦了，不要中暑哦。第一天麻油穿和服很可爱，我也觉得，还是日本人穿和服蛮可爱的嘛。呱呱，浓眉圆眉的粉色的，帮助浓眉两边努力。不然麻油帮我取日本名字好了，麻油给。妹、妹でいいんじゃない？妹、妹、妹でいいじゃん。いや、ダメだな、これは。ちょっと妹、妹、彩子さんをバカにしてるみたい。妹就是一个搞笑、日本的搞笑艺人、女生。然后她的眉毛是很粗、但是用笔画眉毛的。她的特色就是粗的眉毛。浓眉、眉毛、眉毛。鬼宣、春春、宣扬。呱呱，林公子啊，他有跟我说，林女文，清雪、清千，哎，你知道哦，都是麻友穿和服的关系，难怪讲一半自然说出日文了。对呀，很棒哎，而且我很开心的事情就是，握手会的时候啊，不管有没有学过日文，就看到我就会说一句两句日文，然后。有些人的日文很棒，然后都跟我讲日文，我觉得很轻松。都不用讲中文了，很香，很轻松。So ridiculous 呢？阿水，谢谢你的 love。四个月的期间有看你的直播，现在职业巨人还是在看你的直播。谢谢玉祥。一直出国的那个，对对对，一对 Q， 柑橘，柑橘啊，柳子柑橘啊，いいじゃん柳子で，柳子にしよう，柑橘にしよう。哎，浓眉，浓眉，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要柑橘。葛飾区亀有公園前。哎，ダメダメダメ，柑橘是其他粉丝帮我想的。所以我叫你警察好了，警察叔叔，我叫你警察叔叔浓眉，因为那个两斤吗？你知道两斤吧？两斤是警察，所以我叫你警察叔叔浓眉。以后我叫你警察叔叔，先去吃饭，麻油也要记得吃，好哦，谢谢你，浓眉让我想到两斤。对啊，两斤。もしもし、ティムダンです。Hello, ティムダン、好久不见。卢炭，谢谢你的 love。阿水，谢谢你的，你的 love you。原来是因为轻松吗？我会努力学日文，下次跟麻友说日文。不过不要嫌弃我的，不会啦。你们也不可以嫌弃我的烂中文。刚刚滑到没听到回复。玉祥吗？我说辛苦你了，不要中暑哦。但是因为日文不好，还是要想日文。警察叔叔，不要叔叔，不要叔叔，警察哥哥可以吗？警察就好吗？浓眉可以抓咪嗦了。两斤叔叔不行，我要叫他警察叔叔。虽然他说不要叔叔，我还是要说警察叔叔。贝森，好哦，谢谢，好哦，玉祥，谢谢，警察哥哥可以，很想要继续讲警察叔叔哦，好啦好啦，警察哥哥啦，警察哥哥浓眉，下次你要穿警察的衣服来找我哦，这次很多人很用心，很用心打扮，我觉得很开心。虽然不是我的粉丝，也是就是穿应援的衣服啊，或者是穿皮卡丘啊，还有太空人啊，同一个人。
然后还有什么？我想想哦，还有女伴的有吧？就是戴假发，还有穿女生衣服的，还有 Love Live 的衣服，还有什么？印象蛮深刻的是罗兰，还有 cosplay 那些，看到就很开心。麻油这单没登记，这单没登记。您人聞きのいいニックネーム，应该是警察贝贝吧？警察贝贝，阿翔，我也所长也是浓眉。说到叔叔，明天是我30岁的生日。哈，你真的是30岁？真的吗？你有30岁吗？明天是生日，磊哥的生日，真的假的？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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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磊哥30岁快乐。你看不出来有30岁耶，我以为是20、20、20、30。谢谢 Roland 的韩式花束，谢谢你，谢谢 Roland， めっちゃなれん，谢谢 Roland。欸，怎么穿警察衣服，以我的肚子会变警察贝贝？大件的穿大件的就没什么问题了。你是警察哥哥。日本好像有一句名言，如果道歉有用，就不需要。ごめんなさいが、警察はいりません。对呀，很有名。哎，我要午休了，午安，睡觉了。好，玉强，拜拜哦。摩脸，都没，不出来，真的哦。1990年6月30日，真的假的？你看起来超年轻的，我以为跟我差不多。天哪，生日快乐，志伟，磊哥还没，嗯，是有三十的是我。阿奎真的是骗人呢，阿奎海高中生吧。雷哥的圣诞 T 要去哪里预购？我也想要雷哥的，我也想要雷哥的。下一单再登记，还美吧？梁晶的设定年龄是38岁，你有去查哦？太好笑了吧，米奇。浓眉，你先去工作了。好哦，警察哥哥，今天也要保护我们哟。虽然你的职业不是警察，拜拜，浓眉。被网友说没有说眼睛好好看，很高兴。对，你的眼睛好好看哦。我是1988出生的高，哎，真的吗？阿鬼，你在跟我开玩笑？浪客让人麻友很喜欢注意眼睛和眼镜。我觉得粉红梅子的眼镜就是从来没有看过的那种小小的粉红色的，啊，不是，是玫，是那个吗？玫瑰金吗？我不知道，就是反正一个粉红色的眼镜，我觉得超可爱。小猪耳朵老鹿的朋友。扎红阿贤，谢谢你追踪我。阿奎真的比我大，怎么看起来是个高中大学生啊？我的老天呀，真的假的？你们是怎么装年轻的？可以告诉我的你们的秘诀吗？我昨天去吃饭，然后那个老板是美玲的，好像很照顾美玲的一个日本人，然后他就是说，思雨好像是18岁，然后我看起来是最老的那一个。天哪！昨天阿潘、我、思雨、美玲嘛，我是第三个啊，第三个老的，也可以说我是第二个年轻的。然后说我最老，然后下一个是阿潘，下一个是思雨，下一个是美玲，这样子。哎呀，天哪！阿姆。小苹果，马友不是也才15岁吗？马友我才27岁而已。佩森，佩森看起来也很年轻吗？
被麻友说年轻很开心。身高问题吧，你比较高。对，昨天也是穿超级无敌高的。欸，西西来了，西西的发色变得超好看。欸，加羊，西西应该是刚染的吧。鸭皮，你看起来18岁一个月左右吧，还要加一个月。麻友的中文真好，谢谢阿仙，谢谢你的玫瑰。欸，メイク濃かったから昨日薄いし普通に普通に薄かったし耳是两个愛会被骂哟，阿帆鄙视玉老。真的耶，后来我还在生日祭典见面会给麻油看我的眼睛也很漂亮眼睛也很漂亮阿帆不是阿姨了吗？我176，你176，好高哦。Kevin 加油，明儿谢谢麻油，两天下来只有麻油说发色，但这样傲娇我觉得不行，还是要讲一下。可是我这次好像对到眼了，好开心哦，好像跟西西对到0.01秒的眼睛，这么短的时间，可是我印象很深刻。没有很高，体重62而已。体重62，我不知道男生的体重到底轻不轻欸。懂阿胖不是阿姨是大神，不可以这样子讲。哈罗吉米，嘻嘻害羞了。而且这个脸吗 ？emoji 也是带像嘻嘻了吧？这样子点一条线。点还蛮像嘻嘻的，就这样很像。然后阿帆也在旁边说，对啊，他的眼睛最美啦。身高176，体重26，哎，我不知道26，62很轻哦。对了，很轻。马友小时候在日本有参加过握手会吗？我完全没有欸，我没有参加过，对，我没有参加过。哦，哈呦，奇跡，哦哈呦，黄鱼，哎，不是这脸哪里像我？还蛮像的，还蛮像的。我还没60ぐらい，めっちゃ細いもんね、总感觉。爸爸每次谢谢你的枫叶，最好是这个脸哦。ダメだ、笑っちゃう。嘻嘻，你怎么可以这么好笑？我觉得你可以拍抖音。哎，那怎么给他？怎么给他呢？谢谢 Martin， 谢谢 Martin 的剪刀，谢谢来找我哦。不要，没事，谢谢你的朋友。对，我刚刚说什么？嘻嘻，你可以玩抖音啊。那个小弟有玩过的，追 emoji 吗？追颜文字 emoji 的，那个噔噔噔噔哒，噔噔噔噔哒。噔噔噔噔哒的那个，你知道吗？你有看过那个抖音吗？追 emoji 的那一个，然后你可以用那个刚刚的 emoji， 刚刚的 emoji 用一下。龙骑士，我也觉得西西的 ID 很像本人，除了发色。麻油，欢愉，谢谢你来找我，两天都来找我了。好开心，就觉得这两天跟大家更熟悉了点，好开心哦。磊哥，谢谢磊哥的姻缘棒，30岁的磊哥，谢谢磊哥。目标75到80很遥远，真假的？75是很重吗？我不知道哎，我觉得西西会直接把手机捏爆。我最不喜欢拍照拍影片了，抖音这种东西不用再提了。好哦，那如果你跟林姐要拍立得，那你会拍吗？还是你不想？麻友如果有参加DD52一定很性感。DD52 哦，这我好像有看过一集第一集，因为最近太忙没有时间去关注，有空再看一下全部的。我有拍过了，拿扇子的，真是的，
真是的，没关系的，就回忆回忆，自己知道是自己就好了。都听到麻友帮我唱生日歌，生日快乐歌了，当然要送一元棒啊！谢谢你，思思、啾啾、西西已经拍过夏季的啊，对吼，我好像有印象耶，没关系，有美玲就好。妈，西西，对对对，爱贵仔看了一眼的发色还不够粉红，我也是有一种粉红咖啡的感觉。一眼不是染成粉红色吗？然后觉得超羡慕的，因为我想要染成粉红咖啡色。如果我真的可以变成正式生，那我可能会公式发型会卷头发，然后如果公司说 OK 的话，我想要染成粉红咖啡色。如果到时候你不可以嫌弃我，我这次染了一年，我就染回来深色了。我就想玩一下我自己的头发嘛，我一直这个颜色有点腻了。不过玛雅的服装都很好看耶，从远远看的话。那你就不要进，不要靠近我。那你就不要靠近我。你说远远远看好看，好像嗡嗡的那个 catchphrase， 远看柯佳思，近看勒克斯什么的，我每次记不起来他的。天哪，云姐跳舞很性感，对啊，云姐爵哥真的很性感。开箱品，哎，阿娜贝贝。粉红咖啡色是什么？草莓巧克力？不是啦，不是分开的，就整个头都粉红咖啡色。汪汪我，好啊，以后都不要握麦啊，就远远看就好。嘻嘻，真是的。下次我一定会看你的眼睛看到爆，就是你不看我的眼睛，我就不会放手。髪色銀色にしてほしい。でもね、金髪とかもずっとしてみたいから、ウィッグ買おうかなって思ってる。我有点想要染成金色，所以我在想要不要买一个假发来试看看。我如果我染成金色的话，会太台吗？不会吧，我应该是还好吧，不可能嫌弃麻友。如迷企鹅，远看勒克斯。近看柯佳思，这个真的很难记耶。如果认真记过可能，哈，假发，因为我想试看看，士大夫会拉开的，不对，被拉走的人是我。你看吧，这个 emoji 明明就你很喜欢，就很像这个。你乱用欸，乱用两次欸。めいちゃんは金髪似合うだろうな。本当に似合うかな。ちょっとそんなこと言われたら染めたくなるからやめて。遠看是西西，近看是滴滴。你们都是滴滴吗？やっぱブリーチして綺麗な色だとまた雰囲気は変わる。あ、確かに。でもブリーチしちゃうとさ、すぐさプリンになっちゃうからさ、ちょっと怖いよね。可以呀，我也想模仿麻友。什么意思？想模仿麻友？你说发色吗？谁滴滴了？等我一下，会卡一下哦。嘿，对不起，有点卡卡的。麻友金发的话，感觉会看起来很不良。不良に見える？どうしよう、それはダメかな。ダメかな、何回かに分けてブリーチすれば。黑羊雪你麻友很白，染金发也是有韩国风才对。可是如果这是飘过很多次的话，头发不会掉毛吗？掉毛掉头发，如果秃头了怎么办？其实握手会我有看到你，但是没有握酒券。不过你认得出来我是谁？认不出来你是谁？我认不出来吗？推三个人对麻友来说是滴滴吗？推三个人还好，推三个人还好，三个人以上蛮滴滴的。赤の方が可愛いと思う。でも赤もしてみたい。どうしよう、私が滴滴的我一番。
不过还好嘛，很白，所以其实，哦，好，这两个字我不会念，可是我知道意思。拉杯不会掉，土里怎么那么白？漂发多次不会掉头发，只是容易断掉。哦，发质会很差，可是我很显懒呢。可是西西这样子还好吧，就不会断发吧？发质应该也是还 OK 吧？可是我是长头发，所以有点害怕。红色还是粉红，咖啡还是金色，到底是哪一个？可是粉红色我很想要染，然后我想要剪短一点点，这样子很可爱。三人还好，哟西，藤田没叫。三个人一扇就包含三个人了、啊。那四个人一扇就不可以了。じゃあ赤黄色緑で信号にして鈍感にがしなさい。鈍感にが信号にしなさい。まあよ、よめ看过我、怎么可能我是谁？啊？怎么觉得我跟你很熟悉呀、啊？还是你没事来看我的直播，所以觉得很熟悉。我飘两次就快不行了，加上人就三次，头皮痛到要死，真假的？感觉很痛哦，还是我不想要染？怎么办？可是还是要先，我跟你们讲顺序好了，我要先竞选吧，然后再来就是等工作人员能不能帮我。当正式生，然后再来就是问工作人员能不能染成粉红色，是这样子，超遥远。我现在这个一次性选拔，然后可能下次去选拔知识这么遥远，然后那当正式生可能这么遥远，然后看工作人员接不接受，好远哦。还是讲讲梦想就好了。来，去下班了，妈呀，拜拜。好哦，加油哦。哎，对，我今天是礼拜一。呜噜，发质变差，刚好剪到肩膀那边，不要太短了。女生的头发是一个雾气耶，雾气耶。通常，我知道的，色的话。都是要漂比较多次，直接染上去不会吃色哦。对吼，还是要漂颜色啊。杨雄 ，Hello， 然后粉红色可能还会被拒绝。对啊，希望你今年可以升级。Sky is your limit, Sky is your limit。竞选吧，然后升格，然后当老师，什么当老师？みーちゃんが髪の毛染め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時にはもうみんな孫連れて握手ができてるからそんなこと言わないの。フェイシン好像林依那样把双马尾当成武器。武器吗？那个真的是很痛，超痛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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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哒哒哒哒哒私がおばさんになってもやめてやめてじゃんかに。哎，对了，我还没跟大家说，礼拜六27号的美玲的生日直播，谢谢大家来看，好开心，好开心可以整他。然后虽然我没有办法准备那么多惊喜，可是还是觉得成功，好开心。粉红色很好玩耶，我量过，要皮肤很白的人才好看。我够白吗？我也想被麻友打。嗨，生日一定要整，对，不会，美玲开心就好。あの鏡って剥がせるの？あ、この鏡だよ。今天是普通的镜子。普通的镜子，那是我在下面影印的。要先跟工作人员要求困难的，
再制造出哈拉克咯。还没看有训练弄哭美丽吗？有啊，他用他快要吓哭了，小马尾打我，不要。那天有看，感觉马友就是一个很棒的前辈。没有，我不是前辈，我是他的妈妈。马友皮肤超白，而且皮质对很好，皮肤很好。可是你看这一颗，我要去雷射了。我跟你讲，这一颗我真的受不了，我受不了了一年。这一颗我一定要去雷射。台湾的太阳好可怕。画美玲整理，干不累就那个蛋卡，哎，够白呀！麻油是属于可以染啊，真的吗？谢谢。可是西西也很白啊，我觉得蛮白的。先去洗个光，好哦，把它涂黑，假装。过来，好哦，那不是痣，那是斑。レーサーしたらガンになるよ。レーザーで焼けるんじゃないの、シミって。これめっちゃ怖い、本当に。台湾に来て1年目に初めてシミができた。台湾来到台湾第一年的时候啊，我以前都没有什么斑，然后因为第一年的时候不知道台湾的太阳有那么可怕，所以我没有防晒，没有防晒的结果就这样，可怕。西西的皮肤也不错，对呀、啊，西西也不错啊。大碗。然后对，哎，对呀、啊，明天啊，不是昨天，美玲是穿我给她的衣服出去玩。我是真的白，哎，我是白，没错，嗯。因为我不出门，所以不会晒太阳，出门也都穿外套。难怪你有女子力，女子力很高。我有看到的话，都会顺利顺手收掉，哈哈。谢谢。まあほくろに見えるからやだよやだよ、顔にほくろなんていらない。不要说一年，要是不防晒的。可能前两天握完就有了。对啊，太阳光强烈的呢。蜜他 IG 有回，刚刚是在 diss 队长吗？没有，没有，我说我自己不需要什么痣，队长的痣是他的特色。我的那个不行，不可以，不用。顔にほくろはセクシーやん。ミレちゃんいっぱいあるやん。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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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热哦。哎，艾斯你在干嘛？教网课、哦。我再吃一个蛋糕。可以吗？不行啊！可以吗？不行啊！可以吗？可以吃吗？好像也不太行，还是可以吃吗？好像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吃吗？可以吃一块蛋糕吗？可以吃吃吃吃啦吃啦！なんかすげえ深くされていいから。最近ね、焼きもち焼きだからやめてね。いじめないでね。可以上班中看你直播。耶、yeah! ，玛雅的字好少，有些日本人字很多。对啊，像梅林，玛雅的字好少哦。刚刚看到，反正我等一下也要吃蛋糕吗？我最近吃太多蛋糕了，因为猫头猪老师也是生日，然后我跟林正跟雨晴各买一个蛋糕，然后大家一起吃。然后梅林生日，然后哎。好像还有一个啊，学校的朋友也是生日，天天吃蛋糕，犹豫不决就是因为想吃。土豆，可恶的土豆，害我月花。だってマイちゃん好きな人多いから別に。何？マイちゃん好きな、マイちゃん好きな人少ないよ。マイちゃんが好きな人少ないよ。え、どういうこと？
ダメ、参加用のしか見ちゃダメ。メルトさ、所以说不行的话，你就会放下蛋糕吗？不会，不会，我就会吃。你们说什么不可以还是可以，我都会吃啊。アイシャドウ緑？嘘！緑のアイシャドウ持ってないよ。茶色だよ多分。いや、でもね、最近ね本当に化粧が薄すぎて。緑になってるのかもしれない。本当に化粧が薄いわ最近。どうしよう。大丈夫かな。眉毛ぐらいかけよう。すごく思います自分でも。眉毛ぐらいかけよう。かかない。なぜかっていうと前髪で隠れるから。で何してるっけ今日。今日はチークとリップとまつげは。ただあの待ちの待つぎ上げてるだけで待つからはしてなくてシャドウだけあとラインだけやばい。ジャージさん失敗して化粧薄いの大歓迎。最近化妆真的太大了，对不起大家。我忘记跟你说，跟你讲，上上个礼拜六有打吗？那是什么？大家什么？先准备了。再绿油绿再见，油不是油艳再见。好，谢谢你哦，拜拜。可以了，你素颜开直播都可以，不行，素颜不行。可是很多人说素颜没差，没什么差。我南方太热，不化妆都行。噔噔噔噔，哎，还有蛋糕。嘻嘻，有绿再见吗？有鱼，你不能因为涂了绿色看。次の配信シングル入ったらすっぴん配信。いや、そうしますとか言っときながら、私はすっぴん配信なんか絶対しないからね。まず。それ入らんかったらすっぴん配信、それが入らんかったらすっぴん配信、入らんかったらすっぴん配信って言ってもすっぴん配信には絶対しないってば。うん。再三分钟？え？为什么？いいでよ。え、对耶。再三分钟就要结束了耶！你这是慢慢来，爱的了，我爱的什么线？直播化妆不要，素颜咪咪也很可爱。好啦好啦，先把字入れなかったら、スピンにします。言ったよみたいな。可以看直播，好啊。那我先念排行喽。今天也是蛮多的耶，不知不觉的，从第五名开始好了。今天的第五名是 Martin， 谢谢 Martin。今天的第四名是本王，谢谢本王。今天的第三名是好哥，谢谢好哥，这个肉肉也太可爱。今天的第二名是阿米，谢谢阿米。今天的第一名是 K 兰多。谢谢大家。誰がくれたのこれは。誰がくれたのこの帖子。谁给我的喝茶。谢谢本王的玫瑰。等一下就帮你。发祭品文。好啊。好开心哦。谢谢本王。その部分だけ切り取って毎日インスタに送りつけるわ。やめてくれ。草莓酱。好，那今天到这边，谢谢谢谢哦，还没说谢谢耶，就是说很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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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握手会的时候见到大家，然后希望下次握手会也可以来找我，跟我聊聊天。因为觉得还是见到面，然后握着你们的手聊天，还是有差，觉得直播的时候还是可以认识你们，可以了解你们，但是面对面聊天还是有差别。对，所以我喜欢握手会。谢谢大家，两天辛苦大家了，不要中暑，好好休息，然后记得喝水，好好休息哟。どうせアクシカは行けるんだ。行けるよ。大丈夫だよ。絶対来てね。コロナウイルスがなかったら絶対に来てね。それか14日間休んで1日来るとか。バイバイ。我也很开心，回去睡觉吧。我不能再睡觉了，我要出门了。拜拜大家。